日表演的內容是唱歌。今次參加到愉景新城的活動 就表演了一首歌啦。原本一開始是很緊張，但是不過呢演出完呢就覺得自己演得不錯，很放鬆。因為是第一次，所以就很緊張。非常之好，比預期之中更加好。咁我哋都覺得自己今日嘅表演幾好。Missy 好細心去教佢，同埋好有耐性咯。因為小朋友始終好多時都會錯誤定嘅。佢教你方法係教你即係點樣唱一首歌啦，咁樣雖然佢都會教你唱功嗰啲嘅，即係跟住佢就好適合，係啦，教你啲關於表演度啊，要用啲咩技巧。其實都看了很多的資料啦，其實個評價呢一間是比較好的，所以我哋就選擇呢間。同埋比較近，因為其實都有比較過很多不同的琴行嘅，咁 Heartland Music 係比較新穎啲啦，感覺比較 fashion 啲，所以就揀呢間咯。可以再次表演的話，我一定會好積極參與呢個表演。如果下次仲有呢啲活動嘅，咁我都去參加嘅。拜拜。